亚基行业各铁混土改革压力不了，西班铺铁铁混土就一等高有到36土，东班铺屯金门行个平幅没有32土到34土的高温，可能就会经历风采季节，气象署为了加强风采早期预警执行，对于前日初期气势就新增加做风采泡沫物嘅时节会到位执行，安尼民众就做得做地位做好风台准备。亚洲的天时又热又热，有的蔬菜冻猪头和大风刺，今年台北市、新北市等十年淹水，高温很多的感染性电风。屏东县已经连年半年温度超过36度，从四乡、林德乡、九义乡也到地方，甚至还有37、38度。今天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，星期三、星期四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各地的热的情况更为的显著。我们预估今天其实在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都还是在36度或是更高，整个东半部地区和金门、澎湖的高温是在32度到34度左右，甚至马祖也有30度到31度。今年受到反声音现象的影响，气象署派风采形成的数量比头高还高少，台湾附近的太阳系2度西侧，形成的蔬菜相对还高接近台湾，不过强土方面可能为天气的影响受到限制，不过防风采的工作还是要减薪做备好来。中央气象署屯垦站风采泡沫可能会影响到的范围，新增加可能清早会到位的时间，会算出风采到位的时间来强化预警系统。在台风季，因为整个台湾的雨量分布是受到台风的路径、台风的强度结构以及气候环境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其实空间分布可能是变异很大的，请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，珍惜水资源。风采形成小之外，气象署密批接下来持续九日，台湾的温度系正常偏高，雨量系正常偏少，故所每户民众水还系爱省省用。客家新闻王英切郑青山台北报道。